柠檬汁，等一下，是惩罚，对不对？柠檬汁。哎，如果是惩罚的话，来个更大的，吃这个好不好？<笑>吃柠檬啊！现在网购已经深入了人们的生活，物流行业也在迅猛发展，你们也要与时俱进，继续拓展你们的家族企业。这是我们家的。是我们蓝队的。好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第三项任务：进军电子商务。仔细观察小黄人后，回答问题，答对记一分；答错则整队接受柠檬汁惩罚。累计分数高的队伍获胜。小黄人不就是我们吗？谁是小黄人？小黄人就是快递分拣机器人，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分拣系统。 2016年，医乌市快递业务量已突破10亿件，平均每天有270多万件快递从义乌发往全球各地。原来物流是这么一回事情啊！哦，这个是小黄人，那个是小黄人，它是自动的。好可爱啊！第一轮的题目为食品日用品类，3、2、1，Ready。 还会排队啊！这些人，这个程序也太厉害了吧！哎，他怎么知道他在这里啊？这个就是小黄人吗？我跟你说，肯定是跟送到哪儿的地方有关。你看这个，比如说香肠送到了哪儿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意思？ 怎么记呀？这个柠檬汁喝定了。我知道了，其实珊珊就记他们的走位。走位？对，记他们的走位，记他们的走位。这简直爆炸，原地爆炸。 他在扰乱你们，不能听，不能听。对，不要听他的，我记得差不多了。我反正应该是记最多的。赢了。最后几个都不看了，我完全不看，看了记不住。这种对于学霸来说，不管你们是队形、产地，什么东西到了哪个上面有 GoPro， 我都记。好，第一题。 黄桃燕麦味带有颗粒嚼感的安慕希去了哪里？什么东西？最后一个是什么味道？哎，你们能不能提点难一点？就是机器人的走位这样的，我马上就答出来。我现在有点不确定，因为你几个口味都有放进去。不是，就是。不是问题，是广告。倒计时，三。 二，把我们答案写出来，大胆一写。没有答案的扣2分，没有答案扣2分，没有两分，随便写，随便写。3、2、1，请亮题板。我觉得那边都写的一字弹不耳去了。哇哦！哎，相信我们吧。现在改还来得及。不是你就是我，因为两个都是酸奶，都是酸奶。 还有一个是广州，但我现在是赌温州和广州，我只能赌温州了。公布答案，黄桃燕麦味的安慕希去了温州。就是后面那个洞。 不管你是队形、产地，什么东西到了哪儿，哪个上面有 GoPro， 我都记得。哎呀，我真的不能相信你呀、啊！
真的，我记得温州有，南京又没看什么虎味儿。我赌了一个，看到安慕希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确定100%有这么一提。蓝莓味、香草味，还有黄桃的这个三个口味在里面。你们难道后面你要出这个题吗？哦，第二道题还是关于这个的吗？黄队积一分，其他三队接受柠檬汁惩罚。哎呀，我看到了稿子，感觉酸了。哎呦。来来来，干杯！哇，嘉玲姐喝完了。哇，三天不用睡。我现在看见他们，我觉得这个游戏是边上得有化妆师补妆的，就一皱，然后那纹是回不去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得拿电熨斗熨一下，得熨一下，还得拉着喝。别犹豫，别品，直接进去，来，走。这个比醋，这个根本就不算惩罚，对我来说。你看他们都很没有表情。饭后一杯柠檬汁，我每天都喝。姐姐，一会儿可能不是一杯哦，可能是十几杯。不可能，我们都记得很多了。请听第二题。请问有几种口味的安慕希？蓝莓味、香草味，还有一个广东原味。难道他们有就是这个？No！ No！ 我们自己公布了答案。我们谢谢他们了。对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说出来了吗？谢谢，三种啊，谢谢，要写出来啊，写出数字，然后再把它说出来是哪四种就可以，是哪四种就可以，是哪四种啊？四种，四种，聊一天，你要上天了。哎，那把这种类也写上去吗？对，把种类写上去，必须把种类写出来。黑牛，这个你不能输啊，输了丢了。我怎么可能啊？输了我得把他们写错了，写在脸上。好，请亮题板。哎，刚才大家聊了那么久四种东西，你们怎么还写三种呢？我们一直以为是三种啊。你们是不可以做生意的。请问，橡胶手套，橡胶手套，我知道，橡胶手套的颜色是什么？颜色是什么？你这个画风转得太快，有橡胶手套吗？那个颜色是想都没想过，肯定不在我这行，肯定不在我，肯定也不在我这行，开始内讧是吧？那在哪一行？那在哪一行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挡一下，挡一下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。哎，我知道，但我不会写那个字。我天哪！哎，我不确定。好。请亮答案。来嘛，别怕。他写出一个粉，我当时就哭了。没有，为什么晚了一点？我刚刚写了一个内色。你这一下写了三个颜色呀？没有，粉紫红色是一个比较微妙的颜色，是一种感性的可爱的颜色。那我还说赤橙红蓝青蓝紫。哎，粉紫红三个颜色是在一个色系里，你知道吗？本轮。要接受惩罚的队伍是红队和蓝队。什么？粉紫红。哦。肉
肉色怎么不是粉紫色？肉色就是粉紫色，怎么不是粉紫色？对呀、啊，哎，肉色对呀、啊，粉紫、哎，蓝色不就是黄色吗？有点粉，有点粉。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变，我来帮你变成粉紫色。有了有了，有点红，有点红，是不是粉紫吗？哎，不是，抽脸，抽脸。红队、蓝队接受无知惩罚。珊姐每天都喝这个吗？对啊，很健康的，很健康的。我觉得用柠檬越来越酸了。强、哎、力姐刚才对你们的眼神是这样的，那秒很健康的。一脸嫌弃，一个精神有问题，一个又懒。现在我们进行第二轮游戏，请上高台。三、二、一，立起。这个好记啊，让关晓彤去了哪里就很好记啊。这个大家记得会比较牢。关晓彤去成都啦。里面还有。哦，里面还有，里面还有，里面还有。哎，上来了。这是我弟弟嘛。啊。啊。完了完了，我乱了，这已经爆炸了，爆炸爆炸了。我觉得这局咱们都得喝，肯定得喝懵了吧。你还好吗？一个都没记住。你记住了吗？请听第一题，黄宗泽的照片上有几只手？哦，几只手。这一轮我是空白，这个真的要偷听一下。这个真的不知道。嗯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几只手？你看不见吗？黄宗泽只有两只手啊，他一共就两只，顶多就两只啊，他不是二就是一啊。这种不就送问题吗？问我，你要对自己了解一点吗？问我呀，嘚瑟。宗泽啊，肌肉，我一直夸你肌肉好看。对对对对，几只手？十八，十八。你是降龙十八掌吧？几只手？就是是这样，还是这样算？要不就这样。哦，有女生的那个杂志的手是在你脸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满脸嫌弃。因为你想，你拍杂志会有三只手吗？请亮题板。正确答案是三只手。哎呀，本轮接受惩罚的是黄队和绿队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蒙对了，蒙都可以蒙对，蒙对了，蒙对了。我一直夸你肌肉好看。对对对对，几只手？十八。有信心吗，姐姐？蒙都可以蒙对，真的，我们队就是蒙加硬算，没有公式。敬各位，举杯望明月。一人我饮酒醉，一人我饮酒醉，醉把佳人成双对。请听第二题，有三个人去了鞍山，他们分别是谁？哦，干嘛那么多人去鞍山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鞍山啊？那里是不是附近的？附近的啊，这个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这是在我那一排。哎，太好了。哦，我们用排除法。谁最有可能会去鞍山？不是不是，你那两栏没有谁，你觉得最没有谁的？蒙一口，我没怎么看见这个。这个太突出了，你知道吗？啦啦啦啦啦！相信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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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生几何能够找到自己？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不了我。
不可能知道有几个人。我相信你，请亮题板。这个不确定哦，这个真的很大家都不知道，每一个都不一样哎。好，现在公布正确答案，他们分别是魏大勋、袁姗姗 and 郑恺。你记了什么东西啊，他？这是在我那吧？我相信你。你们不可能。我对你非常的不满意啊，你负责的那一排就看三个人，你都看不清楚。一分都没得过。哎。不可能错了，是不是你们错了？哎。凯凯没来，没有见着照片。我的眼睛都钻到沟里面去了，不可能，你们可能弄错了，你们放错了，我发誓，肯定机器摆错了，而且我绝对对。我很欣赏你这种态度，能不能帮我刚刚唱歌嘚瑟的那个简单？太久了。气死我了！没事的，还有一轮别的游戏，对不对？佳怡姐，咱们公司有个空缺，你要来吗？对，不要吵，我们公司有位置，展现。我们来谈谈价钱。啊，来，坐我们公司。我想占股。先过来喝柠檬了。啊！我们还要喝柠檬。佳玲姐本来说很喜欢喝，到现在已经很生气了。此刻请回放佳玲姐第一次喝柠檬汁的时候。我每天都喝的。根本就算惩罚对我来说。遇到任何的高山要优雅 ，OK？ 我希望你这一杯给我们这一趴一个最棒的表情。来，弟弟，交杯酒。交杯。为了家族，为了姐姐。为了姐姐。一点表情都不要有，好不好？开心啊！来。好，我们公布一下最后成绩。本轮排名前两位的人分别可以加两栋和一栋厂房，排名后两位分别扣除一栋厂房。哇，这个狠！那如果开始就没有楼，那就把那块地皮草皮都拿走了。草皮是国家的。哦，对。现在佳玲姐眼神越来越嫌弃。草皮是国家的。真的，姐姐，不管怎么样，不能太清楚，不能内讧，不能内讧，别让人家看笑话了。